我叫你姐姐哈。你好冰哦！冲到水里面，踩到水里面。啊！妈，救命啊！走走走！我速度太慢，赶不上他。那个，好，牧雅在吃饱饭运动。故意的。因为我们本来是只是来吃饭，没有想到会来湖边走走，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带，所以现在很担心，等我要怎么上车。牧雅，你不要把自己弄太脏 ，please。调皮。